人唱歌会牵丝，有人唱歌来冷叽叽，有人唱歌真臭屁，有人唱歌大家走去咪，唱歌的面甲脚趾，波多哆来咪，波多哆来咪。来，欢迎徐小金来的波多哆来咪，欢迎吴顺华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吴顺华。黄明洲老师，大家好，黄明洲就是我。我阿伯嘞，阿伯。还有我们的周伟杰Bingo老师，谢谢。我讲吼，这里老师是把人咧尊敬，来个咱华的啦哈。所以我们其实很喜欢跟同学呢，就在一个空间或是一个场所里面呢，互动一下音乐的有跟没啦，因为毕竟说真的，我们这个好像多熟悉一些些这些音乐，但是呢，在各行各业里面，他们是我们的老师。对对哦，顺华常常在讲哦，很多大老板来帮他提带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帮他倒水。他下雨天还会帮你撑伞，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撑两三个人一起撑啊。因为我有背琴，然后有拿行李，结果淋湿的都是他们，对对不对？真的，他就怕你的琴湿掉了，怕老师受到风寒了。是啊，还有。如果他突然发现说老师今天身体有点不顺的话，那个慰问啦，还有那个补品啦，真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说，我们何德何能，对啦，这是一种缘分。哎，好像拢做教过老师，哎，其实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精英，拢大老板，真的。哎，伊全部讲了，所以伊嘛是咱各行各业老师，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哈，伫咱心目当中拢是赶快的哦，哈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歌名很妙，叫做《九桃淡露醉》。阿贤喏。哦，这淡了，久了淡了就有点，我知道打水漂嘛，没来，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形容了，但是它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心态了，当那情况来塞。那啥，心情不好，然后去河边，我讨厌你。那个动作，还好你有解释呢。要不然我都会想到最破落的哦，羞愧，有没有？那个最破落的，对。可是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啊，这是塞性的哈。对了，有点羞愧，哈哈，羞愧了。可恶，小女生那个心情啊，那个。所以他可以发泄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好像很多的行业有这样子哦，比如说你下了班，拿那个沙包或是球去丢你心目中讨厌的那个人。有，可以把那个照片。我记得有一个事件是说，他有很多玻璃或是碟子我你给他弄破了啦。哎呦，就是他有一个让你可以去发泄，比如说打一些什么东西，把它打碎什么。那种场所，早期好像有一阵子有这样的一个，现在还是有啊，还是有。你只要付得起钱，你要砸电视也可以。是哦。他马上没兴趣。不是的，我是刚刚讲，这不是该付的代志。丢啊！不要推广，推广，而且砸坏是不是还要买啊？对啊，他是来的坏的，专门让你砸。买捏捏球，他不会好的给你砸。来，老师讲的好，捏捏球，捏捏球很好啊。你把那个捏捏球上面贴那个人的照片，然后就捏捏，然后最后还有手力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练习的肌肉哈。对，还有一种也不错呢。是，我觉得有一种那个黏黏的那丢在墙壁上，丢上去就粘上去了。对，然后自己还要过去把它拿下。对，去运动一下了，打打球还不错。哎呦，你好像一副是运动咖的感觉。没有了，怎么觉得要邀请你去骑个脚踏车蛮难的？我们有买，宋浩老师有没有？我们有买那个棒球券，下次给你棒球券，棒球券，对，真的可以去打球，打棒球。你那个要暖身哦，要暖身用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打棒球会太过。又很想打嘛，所以就会太过。可是他们在做那个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角度的，稍微暖身一下。好 ，OK， 运动运动哈。对，九桃来去淡露醉，做运动。台湾其实有很多绿化的地方，还有一些这个河边的地方，我觉得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也是每年在夏天都会发现说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啊，都还蛮危险的，是要小心啊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呼吁一下哈，你在欢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。我当下这个山上啊，顶头那路大雨，下可能无，对，瞬间就落来啊。对，好，在这边小小的呼吁一下哈，温度没坏，但是呢，生醉还特别注意哈。但是今天不是生醉哦，是发泄情绪。我们来听黄明洲老师发泄情绪，好不好？来，九桃淡露醉。
头一粒一粒弹落水，是我对你无情的抗议，声声将你来叫醒，但愿你会回来阮身边。你我相爱的日子，梦像香蜜遐呢甜，溪水慢慢带情，一个梦怎样来坚持？石头我嘛缘起，像我这憨这愚痴，日日伤心的花蕊，当我徘徊悲情的城市，当我徘徊悲情的城市。来发泄情绪弄爱就派呀，你来干嘛？淡薄啊嘿，奶奶呀、啊、你，你是没了，我们是揣摩啦，哈、哦，揣摩小女生的心情。你看那她第一句“酒头一粒一粒弹落水”嘛，是我对你无情的抗议啊，她只能够这样子来抗议啊，对不对？声声将你来叫醒，但愿你也回来阮身边，还有点期待啊。那心就是很矛盾啊，就是大概这个想法在进行、啊、哦。有时候真的是，一个抒发，好像讲出去的有一个希望存在，嗯、哦，对不对？还是希望他会回来，对对对。这是高以德老师的词嘛？对是哈、哦。然后你们在作曲的时候是先拿到这个词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大部分都是先拿到词。哎，我觉得这次他下的这个标不错，哎，嗯，九桃淡的醉，对啊，你的询问，哎，为什么九桃会引起人家想去了解了、嗯、这个抬头、嗯嗯？那这个是速度是什么？算是一般的 slow song 标准的一些情歌 的走法，对对对、哦、其实 slow song 是不是有人说唱歌起来比较黏一点嘛，是要吗？就是一个一句一句的圆滑，就掏几粒几粒单流，注意一句的圆滑都不要断，就掏几粒几粒，这样子就不好听了。就掏几粒几粒单流，注意一句的圆滑，是我对你无情的抗议，一句的圆滑，不要断掉，断掉就没有那个味道在了。哎，好久没有听那个。宋华老师唱歌这么好听呢、欸哦哦，谢谢。你现在声音都回来了哈。有，因为放假三年，疫情假三年，都没唱歌，没讲话。哦，讲话很伤哈、哦。讲话很伤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知道，同学呢，就是要示范也要需要老师，说明也需要老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有呢，报道也需要老师，讲解、示范、陪唱都要啊。啊，对、嗯、对对对对，好，那这个声音回来了，听到这个清亮的感觉哈，所以我们下次就可以有听到你们的情歌对唱了。哎，我只跟你合唱。哇塞，你看，太好了，检讨是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检讨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唱歌其实是唱开心的哈。嗯但是我们情绪要对哈，就周教老师在讲啊，九桃淡柔醉，六级的吉他心情，但是你还是在抒发你自己的情绪，没关系，怪异啊，怪家己，拢希望讲这个感情还可以登来咱的辛苦边，对吧？哈、嗯，好，那我们最后还是请黄明洲老师来讲一下哈，唱这个歌，刚刚宋华老师也讲要圆融啊，要圆，那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说？应该来这样讲哈 ，slow show 这种节奏，原则上当时就好像散播的红鞋的这招了，散步吗？散步。说咚恰咚咚恰咚恰咚咚，哎，很轻松的，所以那种东西就是说走过去，嗯啊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文字，觉得它不是很重，一重不是很重的啦，嗯，你从那个最破了的一拍，我没有那么的重，嗯，也没有那么的深，所以变成说用这种节奏来带情绪的文字跟旋律，嗯，这是一个出发点嘛，哦，那于是既然这个文字跟节奏是这样的方式散播的方式在走的话，相对你唱歌人
你就不要给它太重啊。嗯嗯，因为它的元素就是这样子。嗯嗯，哦，于是我们唱歌就是酒头接了接了淡落醉，是我对你无情的空意，就把带过去走下去。嗯，哦，那气要稍微吸饱厚一点，较高嘞。嗯。后面的气才可以拉长，嗯，哦，于是副歌呢，不要做些表情，哦，有你我相爱的日子，对吧？梦像旁边那里甜，梦像旁边那里甜。这首歌原则上没有太多的情绪，或是安尼给归给拐那。背起背落没有，就是直接走下去。嗯嗯嗯、哦，我现在听懂了哈、欸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不要故意在那个字上面压下去。对对，咬、嗯、字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哦。因为本身它歌曲的情绪跟精神就是在这一块很平稳，它有散播啊，那力量嘛，是，所以你就顺着它的情绪去演练、嗯、或是去进行就好了。嗯嗯嗯、欸。然后最后呢，孤单徘徊，孤单徘徊，毕竟的城市，它是低音结束的，嗯嗯、它是。他不是这样子，他不是高音，对，他不是那么激情的上去嘛，对，哦，于是就是就光刚讲的散播，老呀、啊，给、嗯、你扯一个结束，啊、哦，一尴尬的行了，你记唔到啊，哦，是扯二十啦。无啦，你都拜托地公啊！有些人也是吃素食，是吃菜里杂来，冇哦，也有，那种菜杂锅嘞，大部分。好啦，你但但只会被美美米家。反正我们天天吃素就没问题了。嗯啊、哦，这是我刚刚所提示的唱歌。于、嗯、是呢，同理可证哦，哈、嗯，咱今要了解一条歌，你知迄精神里头，安尼哈，再来做动作。好哦，嗯，啊无，咱来请歌手来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哦、谢丽婷，嗯，这首歌好做。酒头淡落醉，懂。